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非常喜欢的齐哥。秋天到了，现在天气也变得凉爽起来。今天啊，到山中挖点宝贝去。谁知道这个什么东西？它的根部长得像不像大鸡腿？我们这边叫它鸡腿参，小时候我们当零食吃。它的外皮呢，剥一下就掉了，还根茎白花花的，像鸡肉一样的。特别脆，吃起来有种略带甜味儿，像那个红薯一样。住在山里的孩子啊，一定吃过这个东西。往那找找，这个鸡腿参啊，它的叶子翻过来是白色的。这一个，我们今天主要是来挖这个田地丁，这种小叶片的就是田地丁，也叫米口袋。它价值最高的地方就是它的根呢、啊。在我们北方天气比较干燥，秋天容易咳嗽，用这个泡水喝非常的好。这个田地丁和鸡腿参啊，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，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？欢迎大家跟齐哥在下方留言交流。